最近，中国官媒宣布，中国的第五代隐形战斗机已经加入中国空军序列，这标志着中国成为美国之后第二个装备第五代隐形战斗机的国家。中国歼20隐形战斗机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五代隐形战斗机，它采用了大量的中国最新航空技术，比如大口径第三代有源相阵控雷达 DSI 可调进气道EODAS 综合光电系统和光电雷达系统等等。歼20战机代表当今中国战斗机设计和制造的最高水平，歼20已经服役，那么接下来网友关心的中国将会生产多少架歼20隐形战机？虽然歼20目前已经加入中国空军序列，但是未来两年之内，中国对于歼负20只是进行小批量生产供空军使用，因为目前歼20战机还未真正解决发动机这个心脏问题。在解决发动机过程中，中国空军同时开始编写歼20的使用手册，慢慢熟悉和适应五代机的使用，在试用和掌握五代机过程中，不断完善和解决歼20战机出现的问题和瑕疵，等待歼20的心脏问题彻底解决和存在的小问题得到完善之后，才开始大规模进行生产。当歼20在2018年在性能稳定之后，它的产量也将会每年逐步增快。根据美国 F-22 战机186架的数量，中国的歼20战机数量肯定高于这个数字。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歼20战机的价格相对于便宜，而以中国空军出于压制 F-22 战机的战略需要，中国的歼20量产数量在200到300架之间。歼20战机代表中国空军的未来，它一定会成为美国 F-22 战机最强劲的对手。